东汉末年，皇权旁落，汉室衰微，宦官外戚士族相争，以致朝纲败乱，百姓困于水火。至中平元年，天下却未得中正平和。是年，有太平道之教授，名为张角，自号天公将军，据教众起事，因教众皆头裹黄金，故号为黄金军，声势浩大，跨州联郡，席卷天下。黄金后虽败亡，然天下盗贼风起，宝山围寇，去孝林野者不计其数。冀州诸山有盗寇往来交通，号曰黑山贼，其数众多，频扰乡里。冀州常山有一真定县，其东北一乡名曰上德乡，乡下一里乃长春里，其间有一少年，姓赵名云，有师护士，为兄长赵俊所养。耕作之余，常同伙伴习练武艺，驱逐盗寇，护卫乡邻。诸位乡邻，诸位乡邻，此番受惩，筹集一臂，有赖皇天庇佑桑梓。我长春里600亩地，共得粟2000余担。今岁我乡里不复有饥荒之疑。好，好啊！我等辛苦劳作，总算上天垂怜呐、啊！割回背，脚上头，谷满仓，血盈瓯。这失心人乱说些什么？这是何意？儿这吃啥？说些什么恶言？罢了罢了，莫管那人。各位乡邻，趁今日太阳尚足，且继续晒谷吧。哎，不知李正可有何难处？古人云：“怀璧其罪。”近来旱季连年，而今岁骤然盈仓。左近山野多有匪盗，闻之收获，又岂肯轻放呢？只是此等话语，却难对乡邻启齿。唉，事不在我，徒添忧耳。汝等平素护卫邻里，当多加小心啊。李正且宽心，我等定护卫乡里周全。小叔，嫂嫂，有何吩咐？秋收劳作不易，你大兄早前病未多时，便去了谷场忙农。我等妇人只做得家用缝补之事，难够辛苦，便蒸了些新饼，有劳小叔代取。嫂嫂放心，云告辞了。路上小心。
割回背，脚上头，嘿嘿嘿，骨满仓，血一路。老丈，敢问此妖何解？此言何谓？家中新蒸了些饼，老丈若尚未食，便全请收下充饥吧。如今乡里尚有荒田，若愿耕作，李正定无不允，何必整日空腹颠沛，痴魔碎语？快吃吧。不是，大兄，大兄！哎，阿弟不在家习武，怎的跑来此处？啊，嫂嫂心疼大兄辛苦，做了些蒸饼，让我带给大兄。有了阿弟，我正好腹中饥饿。世人所求，不过是食可以果腹，衣足以蔽体罢了。只这一点需求，却也难杀世人。我平日习武，也是为乡里防匪患事出份力气。若人人得以饱腹，天下匪盗又怎会如此之多？唉，我也该时刻努力，不可懈怠。斧这顽童，快仔细些。弟一时忘形，大兄勿怪，勿怪。阿云一生力气倒是个好苗子，不如我且教你两三式，也好防身。周兄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周兄，切莫宠他，他在家呀就整日舞枪弄棒，你若再教他几手，怕是家中屋舍都要给拆个干净了。哦，如子季所言，阿云如此痴迷习武，却是为何？云习武多年，正为保护乡邻。阿弟之勇，可比魏获，我却不及。大兄莫要取笑，大将军骠骑之伟业，乃多少男儿毕生夙愿，云安敢比肩？此生但望守于异乡，安我乡邻足矣。男儿当有远志，我这贤弟素有过人之能，岂可终老于一县一乡？大兄之言甚是，只是如今天下纷乱，我乡里尚不得周全，今日饥馑，他日匪乱，挨过今岁，却不知来岁如何。这般情状，又怎敢言远志？哎，也确实如此。阿云有此心便足矣。嗯，不如这般，早间我曾托牛叔锻造一批刀枪，阿云可以去大铁不寻的讨一杆新枪来，之后到西边卫哨寻我，
周我早年从军，倒也习得两三战阵厮杀技。阿云既然有心，今日便教于你。好，云这便去了。老周曾是军卒出身，有一手好剑法，然刀兵无情，因战时重伤，主意回乡，休养许多时日，方才捡回性命。此后，便与我大兄一同组织乡邻青壮，习练刀遁，抵御盗匪，保卫乡里，颇受乡人爱戴。能得老周指点，总好过自己胡乱琢磨。打铁铺离此间不远，我这便去寻牛叔吧。
牛叔。哎，赵家老君，怎么又闲来俺这里啊？牛叔，我听闻你近日新断了些刀枪，云有一事相请。哼，赵郎莫不是想讨一杆毛耍？牛叔知我。哎，小事小事，下有一杆剩下的，待俺找找啊。多谢牛叔。甭客气。哎，夏侯小子今日怎没和你一起啊？哦，兰弟近些日子在家中读书，我稍后便去看看他。读书好啊，你等年轻娃娃总比俺这帮粗人更有见识啊。哎，拿去吧，枪头平日里拿后骨包上，可要小心些，莫要扎到人。一定一定，牛叔，云告辞了。得嘞，去吧去吧。兰弟家就在东边，数日未见的，且去看看吧。此处便是兰弟家，他家祖籍似是沛国谯县夏侯氏远支，后因家道中落，流落至此。虽困顿于钱财，却藏书颇丰。我与兰弟自小相识，情同手足。兰弟素爱读书，我常随他一起，亦受益良多。兰弟，兰弟。兰弟读书时常入神其间，不闻外物，我且入内寻找。哎，兰弟，何人？哦，原来是兄长。小弟失礼。兰弟总是颇为拘礼，不知在看何书，竟如此入神，颇生感慨。弟正读中庸，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之语。而今天下纷乱，黄金虽没，董贼尚存，诸侯虽在其位，却并未素其位而行。以上凌下，以下谋上，各怀异志，以图僭越，致使社稷板荡，人主蒙尘，民生不保，流寇遍野。弟所叹者，但恨此身低微，不能匡扶帝室，驱逐国贼耳。兰弟年纪尚幼，且莫心急。我知你素爱兵士，来日方长，他年未尝不能立功于世，有方于后。弟一时慨叹，倒让兄长记挂。只是若天下太平，
百姓康居，边塞安宁，又何须我等学着武艺兵书？纵不得扬名于世，亦无所憾。若能如此，我便与兰弟平野纵马，交友伙伴，读书涉猎，岂不快哉？只是如今真不知何年何月可得太平。我等百姓既在小民之位，虽难为天下谋，却可为乡土谋，此亦可称君子素其位而行也。时事纷乱，今且先顾当下，你我当时时砥砺，或终有用武之时。兄长所言，弟谨受教。啊，还不知兄长此来是否有要事？啊，倒非要紧事，只是数日未见，有些想念。哦，今早周兄答应教我几式枪法，兰弟若有空闲，可要与我同去。这自然，弟与兄长同去。
兄，周兄。哦，阿云来了，阿兰也在。兄长既要习练武艺，弟又如何落后？周兄，今日早先所言。哼，我出言在先，必然不会反悔。敖之杀法与你平日弄棒不同，我且试之，仔细看好。有点样子，二丹，你上去与阿云实战练练。学传授于你，听好了。先准备，阿郭、五郎、孙二，你三人与阿云搭手练练，仔细些，不要伤了人。哎，老周也忒小瞧俺了。赵家小子，由你攻来便是。就知阿云应是良才，勤加练习，他是定为阵前上将。
你等三人平日就不勤加习武，如今连一少年郎也胜不过，须知性命可就在平日苦功之上，歇够了就快去练习吧。阿云，且再张臂一试。你这双臂颇长，倒也好射箭。不瞒周兄，云还未无妨，今日便教你些，拿好弓。射术要领，若无人引领，颇易入歧途。既然射箭总需先寻一目标，今日便先教你审地之法。云姐受教。急于射箭，必先定箭矢之地。这箭矢之地，用双目看去便是了。难道还有甚说法？用双目去看当然无错，但说来简单，其中却有学问。阿兰既然发问，我且问你：发矢之时，你这双目该看何处？看预设之处。非也，如若阿兰所言，怕是连箭在何处都不知晓，箭意离弦，更不知射往何方了。临发矢时，有人怪于目视箭足，亦有人怪于目视弓阻，皆谬也。故目之所视，不可单看一处，应起自箭杆，连至箭足，再沿之直达于箭矢之地。如此一来，预设之地大小远近皆了然于心，则审地之正法也。箭矢之地，即射者之意，意在心，而发于目。射术非一日之功，出师已如此颇为难得，假以时日，岂非杨有基、李匡复生？多谢周兄赐教。快，快去取些药来！怎地烧成这般模样？今日我几人在外巡防，遇上数名凶悍贼人，奋力拼杀才捡回性命啊。何方贼人？可有何标记？只记得右臂皆绑有黑布，怕是黑山之贼呀。是黑山贼？药品所剩不多，只找的这些。我等轻伤不碍事，药且先给他用吧。阿云、阿兰，我需去寻李正商议此事，就劳你二人去张敖那里走一趟，托他再备些药来。周兄且忙，云这就与兰弟去找张敖。张敖是乡里医者，心地良善，和蔼可亲，又甚通医理，似有家学渊源，左邻右舍但有伤病，
都来张老处问医求药。张老家在北方，不知此时是否正在家中。见过张老。云兄，兰兄。阿娟。阿娟是嫂嫂之妹，父母均已过世，家中又无兄长，便跟随嫂嫂身边。她常来张老处帮忙摘摘药材，学习医理。我自幼习武，时有伤痛，也常来阿娟看顾。今日果然也在张老身旁帮忙。两位兄长可是有何损伤？阿娟莫忧，我与兰弟并无伤痛，是周兄那边遇着贼寇，有卫士受伤，金疮药物不足，便来请张老多制些药。食物本多凶险，我知兄长等人是为护佑乡里，难免中毒，但既有贼寇出没，两位兄长也要多加小心。小女娃倒是疼人。天有好生之德，晋乡人饱受灾祸，已是活之不易。地动雷震，旱蝗雨涝，乃天定，唯身体康健，可由人自图，岂能不惜？阿娟言之有理，有理，我等定多加小心。阿娟妹妹平日亲切可爱，唯独言其治病养身之事，便颇多威严。少年郎来的不巧，正缺了几味药材。不知缺哪几味药，我等好去寻找。所缺者乃当归、漏芦、甘草，这三味药俱可在后山寻得。漏芦与甘草多生于高山阳坡，当归性喜阴凉，却在后山阴谷之间。今日听闻乡人所言，山谷间多有猛兽出没，恐不易得。我与云兄习武多年，寻常恶兽非我等敌手。张老且在家等候，我与云兄去将药寻来。两位兄长可知这三味药是何模样？这确实不知。既如此，我与两位兄长同去。阿娟也听方才所言，后山颇有猛兽，此去并非游山玩水。云兄莫忧，我也非绣户娘子，往常亦多有上山采药之事，若有恶兽敢犯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你这小娘子，不怕他人以为悍妇凶猛，将来难以嫁人。阿冷莫要取笑我。少年郎且去吧，看好女娃，多加小心。周兄那边怕是等急了，快将药送过去吧。
他